还播呢，帅逼，必须得播呀，没办法呀，这是我的责任。冲，兄弟们，给大家抽一波游戏哦，给大家抽一波游戏，兄弟们，弹幕发得多，中奖概率越高。谢谢乐杰的180组小花椒，谢谢乐杰哥的180组小花椒。老板，你可以20组起抽，然后来波大的，或者200组起抽，来波大的。刚才已经有老板80组小画家中了一个平蓝了，今天千年还没出，说不定下一个就是兄，说不定下一位就是你哦，兄弟们，感兴趣小画家的老板可以尝试一下哦。我很遗憾，你的子弹装得比我慢。23楼，搜的真欢啊！我是一点东西没有啊。很可惜，兄弟们，落地焦点没有不熟，咱们下一把。下一把十三。不是，我刚才漏了一下脚步，兄弟们，他刚才下来的时候我挪了一下，应该是被他捕捉到了。我刚才下来的时候不是，他们下来的时候我挪了一下，被他捕捉到脚步了。怎么和墙做朋友？和墙做朋友你就贴着墙呗，知道怎么贴贴不？跟墙双排，这样子。Everything look better with a view, yeah. 来啦，哥。唱歌，现在就唱，什么玩意儿？咱们快下播的时候唱咱们经典的 Love Yourself。花花叫老婆，什么意思？忙完了，你不是不用去公司吗？兄弟们，咱们火力全开，还差一点时间就结束了。弹幕发得多，中奖概率会提高的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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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贴贴贴贴贴贴。你咋每次都看不到飞机？我不能马上看到，这不是看到了吗？谢谢
谢我大哥送的一架飞机啊！谢我大哥送的一架飞机啊！谢大哥对我花花对花花的大力支持，谢大哥对花花的大力支持。你想好了跟我抢蓝龙，没有好果汁吃的。我这个闪你跟我抢，真没好果汁吃。我有喷子了，你死定了。进来了，再次感谢我大哥送的一架飞机啊，谢谢。在这个下面，在这个下面有一个维克托，觉得花花这把能十杀的扣个一，兄弟们。这么多，这么多二是吧？行，行，行，我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去一楼搜一下，咱们旁边的野区还有人。没漏脚步。什么意思啊？这门开过啊。这个人在哪里啊？观察一下，刚才是在左半边破的窗户。听一下脚步。我们上楼顶看能不能打到旅馆。哎呦，快点换个角度，能打了。哎呦，这应该不是一队的。我们这近点还有个小帮手，拇指瓦压不住，二三四，哎呦又跑了，拇指瓦把有点压不住，兄弟们。他近点应该是还有个毒狼，不着急，我们三楼看一下左边，应该是能打到他的。在这卡一下。两队，人很乱，这里两队，
哇，这个人喷了好多啊！爬上去，那个人应该是要哎，先把包填了。那个人应该是要被救起来的，兄弟们，不着急，慢慢来。应该被救起来了。哦，想爬墙杀我，太小看我了。啊、哦？还有啊？倒汽油，嘿嘿，试一下。试一下呗，能不能行得通。嘿嘿。可以试一下啊。有些兄弟，你技术挺好，兄弟。你杀了几个了？他楼下舔包，一楼。过点了，哎，跳杀喽！我不知道是不是两个人哦，所以这波我们就不跳下去了。按理来说，如果他一个人的话，我们这波是能跳下来直接打他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两个人，所以就不冒险跳下去了。万一还有个人在那，老六，咱们这波跳下去就傻了。因为刚才打他打的挺残的，去三楼看一下，去一楼跟他 battle。应该是在这个后面，应该是在这个后面。我擦！他不要队友了，兄弟们，不帮队友报仇了。那我们直接拿全球港的孤杀走吧。他不要队友了，子弹给我打空了，西边再给啊。舔个包走，我就两发备弹了。这个装备还行，有一说一。走了，我估计他会从这里阴我，兄弟们。这人我感觉他是一个有心机的人，如果他想阴我的话，他会从那个拳击馆那边固刷车那边阴我。我们过去看一下，封烟起步车，封起步的烟，直接撤离战场。溜溜球，溜溜球，溜溜球。握把有什么推荐的吗？新手的话比较适合垂直握把，比较好控制。进阶一点的话就是三角握把和半截握把，但是这两个握把我都不用，我也用垂直的。
开车走喽。我们走这个山上过，兄弟们不要走这个马路，我怀疑他会堵我。被害妄想症。说了白说，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刚玩垂直握把比较适合你们，然后你们觉得垂直握把已经就是说炉火纯青了，想要挑战一些更刺激的，或者说更进阶一些的，更进阶一些的那种，懂我意思吗？然后你可以去尝试那些握把，因为半截和三角它的握把优点和缺点都是很极端的。就是说它好的地方很好，坏的地方很难掌控。对，垂直握把属于是万金油的，万金油。前面山上有两辆皮卡车，先跑吧，咱们血量不是特别好，不想跟他玩。坏了，队友架了。不是现在这个人都这么猛的吗？就两枪头呗，这么猛都。我裂了，兄弟们，我傻了，两枪头秒了，没什么好说的。可惜，停下来干嘛？停下来打架呀？停下来干嘛？肯定是得跟他们打呀。他们前面那个主要是没料到，他们前面那个停在那个山坡了，兄弟们，皮卡车，一个摩托，一个跑车，他们三辆车是一队的，然后皮卡车在前面停下来帮他们架枪了，属于是。我这波停下来本来是想把他补了再走的，然后这个跑车停到我右边，那个地形不是特别好，再加上他两枪都把我秒了。我这波停下来就得跟他们打了。哎呦，这两枪头给我秒了，真准啊。MK47 那把枪不太行，我玩不好。那把枪我玩不好，有段时间我很爱玩，但是玩不好那把枪。花波了几点？晚上十点左右，兄弟们，给大家抽波游戏吧。哎呦，这两枪头真准啊！这个人，兄弟们，给大家抽波游戏，兄弟们，弹幕发的越多，中奖概率越高啊！弹幕发的越多，中奖概率越高，冲！咱们弹幕互动起来。咱们有想要吃鸡账号、想要皮肤多的账号，兄弟们可以加一下屏幕中间第一条微信哦，帮撒三个八 ，Steam 月充值、皮肤、CDK 都可以加一下咱们家的微信哦，帮撒三个八，帮撒三个八。血不多，被原点打了两枪，对，被打了两枪，我想着必须得把这个人压了，压晚了。来把我宰吧。
噔噔噔噔噔噔 You better know It's right here Don't waste it You better know Don't say you can't figure it out Figure it out I know you can't figure it out Figure it out 啊没人吗男人大战，别跑啊！看他飞哪里？二楼。突然看到他人了，哇，我刚才一瞬间突然看到他人了，你们有没有看到？我获得了这场1v1男人大战的胜利哦，你们有看到吗？我刚才跳下来撞到这里的时候，好像突然看到他人了。还有这好事儿，我刚才直接看到他人了，兄弟们。刚才他子弹要是换好了，我就死了。可是他没换好呀。而且我就是听到他还好像还没枪的样子，我才冲进去的。如果他刚才是装好子弹的一个情况，我不会冲进去的，我会把子弹装好再进去。当时只有两发，喷空了一枪，都在掌握之中啊，都在掌握之中。这一个人飞这里是什么情况，我也是不知道。被队友抛弃了，我们去皮卡多玩一下，到时候。活腻了，也别这么说吧，兄弟们。他只是想揉点罢了，他有什么错呢？拿下！哎呦，最近腰有点难受，昨天下播完，感觉腰要散架了，兄弟们。有没有什么保护腰的一个工具什么的，护腰。最近感觉腰有点散架了，做的好累啊。肾虚，怎么可能是肾虚啊？我的腰不舒服。每天都久坐，所以难受，感觉有点膈应，怎么就肾虚了呀？搞笑呢？别搞啊！咱们说正经的，有没有什么办法？除了护腰，懒人椅，买懒人椅玩游戏不好玩啊。前列腺出问题了，我腰难受，关我前列腺有什么事儿啊？
别闹啊，兄弟们！落！快落！骨盆前倾应该也不太可能，我体态应该没什么问题，除了有一点高低肩，哦。不是，这空投下载了没啊？怎么没下载啊？这空投？我刚才听到跑车声音了，长时间坐久了，可以去按摩店按一下。我也觉得应该是坐久了，哪有这么严重啊？你们这我这问你们，这等于就是说在百度查病一样的，就癌症起步了就。别闹啊，兄弟们，怎么感觉问你们跟问百度一样？我操！久坐会得痔疮，我没有啊，我没有，别尬黑哦。整个空投不是刚才那个飞机是不是没下载啊？我一直追着它的，没落好像，还是说在之前就落了？不对啊，我豪宅。不对啊，豪宅我们从豪宅开始追，他进圈了我都没看到空投是什么意思，兄弟们？我们是从豪宅开始追他，圈外开始追，我们一条马路上来都没看到这个空投。哎呀，别！哥，放飞！牛逼！你好，有人吗？等个圈吧，兄弟们，等个圈吧。为什么你这么喊没有用？你得喊得大声一点，歇斯底里。你心里有多想让这个车翻回来，他就会有多想翻回来，你懂我意思吗？全凭你的意愿，只要你的呐喊到位了。哦，好像有客人哦。海边的圈，下个圈如果排水的话，我们这边就不用动。这个圈是个低坡，这个房区是个低坡。我们拿喷子的话，最好是守在房区里面，
就这两个玩具选一个吧。我感觉应该会来个左低调先，不着急。妹妹坐船头。他要回来的，兄弟们，你信不信？耶，没回来。我以为这队是叙利亚呢，让我失望了。哦，来了，你看看，来喽来喽，他们真的来喽。他以为熄火了，我没听见呢。果然是叙利亚的。他现在在观察敌情，咱们就漏也别漏。二三，往左边看。OK， 还有一个在哪里？直接上那么一手二楼，不着急。怎么办？不救你的队友了。破后应该是还有一个的。没扔到。耶，他队友不救他了吧？还是说这个石头后面有两个？哎，好像有两个救起来了。也就是这个火没烧到了，兄弟们，要不然他们得死了。在这个地方卡一手，看他们怎么办。他在那个石头并不动了，他以为我还在门那里，其实不然。哎，要是有手雷就好了，没手雷。人呢？石头面只有一个，兄弟们，就在这石头面。小难受，很难受，这个人非常的难受，很难受，很难受。你真的要跟他对枪吗，哥们？咱有没有手雷呀？给他炸了呗！没手雷，擦！
给我整无语了。为啥锁头用狙的时候不用？远点 mini 对他有威胁吗？兄弟们想一想，近点这个威胁才是最大的，直接就不演了。看一下上把几杀，应该没有五杀。我裂开，原来小丑是我自己呀，兄弟们！我爆头了7个，上一把才杀人头吗？小丑竟是我自己，这波我们变小丑了，兄弟们，很难受。把鼓励打在公屏上。哎呦，今天挂怎么这么多呀？我昨天都没碰到，昨天有碰到多少挂吗？昨天都没这么多。好难受啊！哎呦，兄弟们，鼓励一下，鼓励一下，鼓励一下我，鼓励鼓励一下，鼓励一下，鼓励一下，拜拜了，开牌了，开牌了，给大家抽一波游戏哦，兄弟们，弹幕发的越多，中奖概率越高。给大家抽一波游戏，兄弟们，弹幕发的越多，中奖概率越高，兄弟们。You better know。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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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鼓励！兄弟们，咱们今天下午的环境不是特别好，我得稳一点，我得稳一点，不然不知道是又惹到哪个大哥了，给我看我烦，给我秒杀了。等会儿，咱们下午得打得稳健一点了。现在，昨天我打的巨奔放，没碰到多少挂，今天挂有点多，我们稍微稳一点，兄弟们，不知道哪个大哥就给我锁了。哎呦，这好难受啊！走，下一把。一楼这个人有点小快。没有抓到这波 timing， 可惜。先在这边三楼搜一下，压缩一下他的生存空间，兄弟们，压缩一下他的范围，压缩一下他的范围，活动范围给他压缩一下，就在咱们的楼上。你好凶，我看你有多少发子弹。应该没子弹了吧？还有。还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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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还有啊，兄弟们，咱们红楼，咱们拳击馆还有啊。不是这把拳击馆怎么这人这么少啊？这皮卡多、啊，这把人好少。八个烟雾弹有点小多，先下去搜一下，把三楼整个都搜完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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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老公好帅，怎么去叫老公了呀？我操！兄弟，你是男的女的？啊，走了，哥们儿，你来这枪都没看你就走了，这么无趣。B 哥晚上来哦，那个人走了，我去车间搜一下，看能不能找到一把 barrel， 一个大包都还一个，咱们一个大包都还没有呢，先搜一下。哇哦，又一把大匕首。无敌了呀，大匕首在手。锤子握把，就差一个 barrel 了。Barrel， 快出现！不要让我等得不耐烦了，快点，马上立刻。出现在我的眼前，要不然再也不原谅你了。拿两把大匕首才刺激，为啥不打 AK？AK 射速慢呀 ，AK 的射速太慢了，而且跟枪不太好跟，扫车不太好扫，扫车不太好扫啊。这种射速慢的枪扫车都不太好扫，比如说 SCAR、AK 都属于这种枪，射速比较慢。但它是单发伤害是很高的，兄弟们。用前期不太想用，有一说一，前期太刮痧了，伤了我一万遍了，快，不太想用前期。他已经在黑名单里，永远不能拉出来了，兄弟们，不要再提他了，不要再提他了，再提他 Barrel 会伤心的。拉给枪，你们不要再提那个 M4 了，兄弟们。Barrel 听到了会伤心的。我怕他误会。M4 也会伤心， M4 伤心关我屁事啊！屌枪一个，你们不要再提 M4 了，兄弟们，我怕 Barrel 误会了。真的，护身符来了，舒舒服服带上咱们的护身符，咱们直接就是出城。再拿个急救包吧。哎，这是快扩吗？快扩。SCAR 是不是弱的已经不能用了？也还行， SCAR 之前加强过一次，加强了一次他的伤害，但是他的射速还是终究是问题啊。 TE 级别的枪就只有 Barrel 和 M4， T2 级别 SCAR AK， 然后 T1.5 就是那把新枪 AC132。T 零级别狗杂跟 AUG， 我操！
拿下。大比屎还是好用哦，兄弟们，舒舒服服拿下三个人头。P 九零算吗 ？P 九零它不算步枪啊，它是冲锋枪啊。这一波扫车，兄弟们，这一波扫车，兄弟们十分打几分？这一波扫车，我就压了十发子弹，掉了两个人。这一波扫车十分打几分？这个才七分啊，字母哥。走了，0.5，我擦！这一波他们肯定是要举报的，举报是肯定要举报的。他们，我也已经猜到了，他们这波肯定要举报了。哦，有三级包，舒服了，终于可以不用考虑带什么东西，考虑那么久了。举报，他们这波举报是肯定要举报的。哎，又来客人了。哎，为什么不开马路啊？哦，圈在那边。走吧，撤离战场，兄弟们，补偿。如果我们等会再打出什么很离谱的操作的话，估计要被检测了，兄弟们。我们走这条线路，黄线。我们走这条线路，这条线路相对来说会比较安全一些哦。走，DPI 多少？1200，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零分。那我问了白问呗啊！还有去掉最高分、去掉最低分一说的，那我问了不是白问吗？开心超人，等会再发兄弟们，现在咱们圈边危机四伏，一不小心就被老六了。那个空投能捡不？爬坡！算了，爬不上去。BGM 不齐，的地方，蹦蹦蹦，开始往前飞。空投是不是在右边？有人捡吗？我着什么急呀？
哎，我真是个傻子，我真的。高高回去继承家产了，着急了，这不，妈了，那两喷子，着急了，着急了，着急了。刚才是猫玩的，兄弟们，刚才是猫玩的，不是我玩的。刚才是猫玩的。刚才是猫玩的，兄弟们。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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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哥晚上来 ，B 哥晚上来啊、哦！不要刷屏哦，不要刷屏。呱呱回去继承家产了，兄弟们，非常的安逸。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到十点啊！到十点，到十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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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雷吧，亚雷吧。来来，这个主持人兄弟们，这把来一波十杀出城吧，求了，真的。继承几千万，你也太小看我呱呱了，兄弟们，几个亿，好吧。他是来享受生活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You better know. I say sorry, but good in my. If say sorry. 人太多，先找地方发育一下。谁 K 了我头啊？呜呼！是不是就他 K 了我头啊 ？HXD。一个 SKS， 哦，
这楼里有人吗？停一下脚步，停一下脚步，兄弟们。没有一点点脚步，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刚才还有脚步的呢，怎么没了呀？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听一下，听一下，听一下，怎么这么安静了？突然，这是烟枪的声音哈！我操，什么东西嗖一下过来了？哦，组成的烟。这个就是往那里扔烟枪的那个人吧？这是直死的，这边人还不知道还有没有。现在一点出枪的声音都没有，我不太敢乱动，兄弟们，组成都不出枪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出枪。得慢慢来，细水长流。这好像是 K 我头的，是他吗？没事，他已经被我做掉了。他们是不是已经去菜市场玩了？感觉已经去菜市场玩了，兄弟们，走去看看。不在我们这了，感觉应该在菜市场。那边出枪了，去看看，去看看。刚刚你打死的那个 SKS 是 K 头的，哦，已经被我们报仇了，复仇成功了，已经。血债血偿。我擦，这里还有个架枪呢。不管他了吧，应该是能直接贴的。哦，看到一个。这是独狼吗？两个。我们先绕到车库。
他们往回走说明什么？好像想回来拿这个车库的车。这个时候就可以教你们一招了。他们想拿车库的车，兄弟们，我们直接，嘿嘿。他们应该是想拿这个车，要不然他们不会回来的。有个黄衣服的在回来的路途上。等一下，不急。仓库里是独狼不？不太清楚。哎，狙死了吗？怎么没动静了？他们？他去拿那边的车了，西班牙给啊。好了，我擦，他去拿那边的车了，兄弟们，很烦。击倒了一个，去打架了，我们也去。只死了一个，在扶人，应该在扶人，全速拉满，找一下。马枪了，兄弟们，我的菜了，这波菜了。哎呀！马枪啊！我今天太着急打架了，兄弟们，我太想打架了。西班牙赛克，给大家抽波游戏哦。咱们弹幕发的说中奖概率越高。今天有点上火，一直想打架，兄弟们。非常无语啊。发发今天挂多吗？想玩今天挂多呀，今天比昨天多，我遇到的。我发现兄弟们马枪了，重振旗鼓，重振旗鼓，不能再这么莽了。哎呀，老想着打架，我的脑子怎么回事？老想着打架，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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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呱什么时间播？呱呱已经回去继承家产了，兄弟们，呱呱已经回去继承家产了。噔噔噔噔噔噔。咱们弹幕发的越多，中奖概率越高啊，兄弟们！给大家抽个游戏，噔噔噔噔噔噔，来把快闪，来把快闪，来把快闪！班哥输中分吗？我不是班哥，我是花花。Boss 已经下班了，Boss 已经下班了，兄弟们。
我这个组成伞怎么感觉每次都差那么一点呢，兄弟们？感觉每次都差那么一点。没讲，西边是给啊。他队友呢？把他队友勾出来再打，兄弟们，不急。他队友好像没时间管他，连来都没来，应该在正前方吧？他管不了他，他队友管不了他，兄弟们。点下他包，看一下有什么东西没有。九毫米子弹还差一点，就 没子弹了。前面房子搜一下吧，去前面房子搜一下。被他打死了，哎，那个拐角有个人，打个饮料，别急。两三个，三四个，三。进去了，不是为什么呀？我这个六八六，我这六八六，哎呦，我今天的喷子，我这六八六就假的，我跟你说，兄弟们。我今天，咱们今天 S 幺八九七和六八六都是泡水枪啊，兄弟们，都是泡水枪。锈迹斑斑 S 幺八九七，锈迹斑斑 S 六八六，夸张的一批。下把别拿了，可是不拿你近战又没有什么很好能代替的枪，兄弟们，冲锋枪近战没有
冲锋枪近战又没有喷子猛，但是我今天的喷子，我真的兄弟们就是个泡水枪。烦的一批，谢谢狂躁的一个半烤，谢狂躁的一个半烤。前面大哥，哎，我大哥给我送了一架飞机，我没加。谢谢狂躁哥送了一张半烤，谢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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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人家卡强点漏点你能秒掉，他漏的是不是全身，我喷的是不是全身，就是不死怎么办嘛，我有什么办法吗？今天没把喷子没喷死，都是差那么一丝丝血，烦的一兄弟们，可惜了。这个子弹每次喷出去都给他留那么一点血，我真服了。噔噔噔噔噔噔噔，今天这个喷子真的是有够折磨人的。你不用又不行，用了他又，哎呀，不想说了，去了吧。就俩人你也敢跳三加二啊？给我死！他是686，左边是把686。还不是一队的。灰色收束器，我刚才喷子没有收束器，没办法，他是没上楼搜啊，这个人好穷啊，他还有一个人在我们隔壁，第一栋找个头盔先，兄弟们，没有头盔吗？我搜了两栋都没头盔。不怎么好跳啊，现在他刚才破窗了，有可能是去一条街搜，也有可能去这里搜一标，不太清楚。这个地方一次跳不上去就算了，不跳了。果然在一条街，就在这个二层，就在这个二层楼，兄弟们，你哈哈哈啥呀，兄弟们，什么意思啊？我不理解。不行，再上一次，兄弟们。哦，上来了。
走，就在这个地方等着，兄弟们，他迟早会跑下个房子搜的，看到没？就在这儿。他现在不知道我在房顶上，绝对不知道。打不到，应该进小房间搜了。看我这波怎么杀他，兄弟们，别眨眼。哦，原来我有小药，我不知道。他往后搜了，应该是往这个地方搜了，兄弟们。从这边绕到一条街去了吧，看能不能绕他。他今天必须死。还在搜。别跑了，哥！啊！怎么扔了个雷啊？这哥们大可不必这样吧。哇、哦、还好看到了，兄弟们，我还不知道扔了个什么东西，他应该是没人了，这皮层直接给自己送走了。哇，吓人的一批，这个人往自己脚下丢雷的，这人真狠呐、啊、这个人太狠了，对自己。拿下拿下拿下，要死一起死，自爆流狂鼠，狂鼠都来了。OK， 咱们去中段搜一下，差不多搜一会可以走了。现在有什么兄弟们？现在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啊？问答环节开始了，游戏方面、感情方面、生活方面都可以问，只要你有烦恼，打在咱们直播间公屏上，我和直播间弹幕会一起帮你解决问题的，兄弟们。只要能解决，咱们尽量解决哦。你们也可以有什么想问的，可以问了，兄弟们。搜一下装备，看能不能找到 barrel。花花什么学历？我大专，带专。老师卡麦，因为什么？老师卡麦。你有没有试过重新插接口啊？你的耳机，你试一下。明天高考想摆怎么办？大哥，高考哎，你想你摆了你就没大学读了，哥，可别摆哦。想摆怎么办？都来了，我把这句话告诉你爸妈，你爸妈不得抽你啊、哦？我跟你爸妈说，你儿子今天。在我直播间跟我说他高考不想考了，想去捡垃圾吃，你看你爸妈揍不揍你就完了。兄弟，可以做我男朋友吗？做我男朋友干锤子呀。啊，我是男的，我要女朋友。为什么拿喷子？因为喷子网络延迟检测了。哎呦，我忘记跟坏了 BBQ 了，兄弟们，重新退一下。我最近两天都有网络延迟检测，我重新连接一下游戏，兄弟们。女朋友漏气怎么办？女朋友漏气的情况下的话，可以去买个新的。买个新的就好了。
策划来上海找你玩。现在能进去吗？去，能进上海吗？谢谢蔡八财五八五四五的一张盛典办卡，谢谢哥送的一张盛典，谢谢姐姐，这是女孩子，谢谢老板送的一张盛典办卡，谢谢八五四五送的一张盛典办卡，老板大气，什么意思？不让我连游戏？快点说 ，Show what's got deeper than the knife。Now I need someone to bring me back to life。 哎呀，让我连啊，我喜欢一个女的，但是她老公不同意怎么办？那你不能去挑一个她没有老公的呀。哎呦，我真的了，这一天天跟你们聊的，我真的了。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 打给我。现在的人都怎么了？这专挑名花有主的进攻呗，这就是啊，咱就是说没有难度的不去挑战呗，是这意思不？看我直播能治痔疮吗？看我直播治不了痔疮。如果你有痔疮的情况下，建议你去正规医院去嘎一下痔疮。I saw that I've been hurt before, but no one ever let me cry this sore。 出发，出城。一首大家一起喜羊羊送给大家，兄弟们，希望大家每天喜气洋洋啊。哎，别，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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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们是一群小小的羊，小小的羊儿都很善良，善良的只会在草原上蓝蓝的美美的晒太阳。只有羊村里有音乐，长长的跳跳的。明天高考好紧张，赶紧复习，兄弟，赶紧复习。呜呼！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空投走来了。今天玩的我是真难受啊，兄弟们啊啊，掐人中了，我要
开人中了，我要。给大家抽波游戏吧，兄弟们！这一波遇到一波火力车啊，兄弟们，节奏有点快。他们给大家抽波游戏，弹幕发的越多，中奖概率越高。遇到了一波火力车，遇到了一波火力车。今天属实是给我整的不会的，不是特别顺，兄弟们，今天重振旗鼓吧，重振旗鼓，重振旗鼓。多捞啊！重振旗鼓，兄弟们，能打一波鼓励在公屏上吗？兄弟们，鼓励一下花花，能打一波鼓励吗？兄弟们，来一波满屏的鼓励。哎呦，今天真的是不是特别顺风顺水哦，兄弟们。今天被搞心态了呀，主要是前面不是连续几把碰到挂，就是喷子给我泡水的，给我拿一把泡水的喷子。今天不是特别顺风顺水，兄弟们，加油！谢谢狂躁哥的10张办卡，谢谢狂躁哥的10张办卡，老板大气，老板，谢谢狂躁哥送的10张办卡，老板大气，老板。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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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6、7、8，这把应该三队起步。看这个样子，三队起步啊！咱们近点看一下有没有人。一个人没有，中断。三角区有，后面也有。小搜一下。你好，有喷子，他怎么没拿？你这又是什么呀？怎么现在？啥呀都啊！啊！这运气，他监视的我，几枪飘我头了，我气有点上不来了。赛季最后一天吗？我说呢，昨天挂的没今天多。这个人是运气好，这个人不是挂，兄弟们。一口气上不来了，我要。加个办卡，
谢老板送的十张办卡。Thought about anything, everything that did dysfunction. But we just gotta own that shit. Don't let it go like this. And maybe we can grow from this, yeah. We both know I go too far. Like when I wrecked your car and almost fall your father. 我得缓一下，兄弟们，我得掐个人中，这个真的气上不来了呀，兄弟们。调整心态。大家伙晚上吃了什么，兄弟们？我得分散一下注意力，不行。大家伙晚上都吃了什么？分享一下，分享一下你们那边的美食，吃了什么都。呜。主播别吸地，我可没吸地哦。大家伙晚上都吃了什么？发一下，兄弟们。火鸡面，鸡，奥利给，螺蛳粉，土笋冻肠，土笋冻，没吃过，但是我应该能想象的出来。喝茶，和花花吃了火锅。你啥时候跟我吃的火锅？我怎么没吃到呀？兔头、饺子、烤老虎、蓝鳍金枪鱼，我操，高级奢侈！蓝鳍金枪鱼，牛逼！火鸡味锅巴，要听我唱歌，咱们结束的时候差不多唱啊、哦。华莱士蒜瓣炒老夹皮是什么东西啊？恐龙化石熬了个汤，烤老鼠，手指甲，葱烧海参，没复习被逮到，看直播吃了俩耳光。那你还不赶快去复习？一二三四，麻辣牛蛙，可以可以。高一不是一队的，趁他命要他命，现在就去。不行，被捕死了，好像。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冷静一下。看情况，他们如果开始对枪的话，我们就去。兄弟们，两三队应该是，应该是两队左右。榴莲炒鸡蛋，那玩意真的是咱们人类能吃的吗？榴莲炒鸡蛋，我的妈！他是在练枪啊，还是说没人了这边？我一个闪光弹没有，过去也不是特别好打。攻楼的话，上去搜，发育一下，猥琐别猥琐发育，别浪。我这把一定要思路清晰一点，兄弟们，监督我，思路必须清晰。真是手速蛮快啊！没打完吗？他们是不应该、啊、竞技模式是没有 C4 的。脚皮炒腊肉，今天看我直播能眨眼吗？
只要有操作的时候就不能眨眼哦。谢谢诗句大鱼送的二十只小花椒，谢谢诗句大鱼送的二十只小花椒，谢谢。我的世界变得奇妙，更难以言喻，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原来是还有人啊，我说了他们在拉扯，我还在这白唱歌。Fuck you！ 不能着急，这两个人精得很，应该是两个人组队啊，应该是两个人。花吃晚饭了吗？没吃哦。还有人，我是帮啥？我是帮话。不是帮话，不是帮话，西边谁给啊？看谁给啊？兄弟们，咱们起个好头呀，怎么就帮话了？哦吼！我炸他的话，哎呀，这个 timing， 法克油，帮和班是不一样的，确实，一个后鼻音，一个前鼻音。我的世界，哦，终于来喽！一个人，别眨眼，兄弟们。他死了，我不想玩，我真不想玩了，兄弟们。啊！这游戏要怎么玩？我真玩不了了。又是捂着眼睛杀。啊、哦，怎么玩？兄弟们，这怎么玩？哦，哦，玩不了了，真玩不了，兄弟们。鸡，
啊、哦，折磨折磨，今天是折磨，兄弟们。啊啊！这操作辣眼睛，这操作怎么就有问题了？弹幕跟你们跟我说，我这波操作到底哪里出问题了？你跟我说，来，我看弹幕，我这波操作哪里出问题了？你说的对，我认了。他捂着眼睛给我杀了，我这波操作哪里出问题了？你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我这波操作哪里出问题了？你们说。我闪别人，我不能跳人家脸吗？嗯，兄弟们，我闪别人，我不能冲别人吗？就是我扔了这个闪，我知道他被闪了，我不冲他，然后就留在这个门口继续跟他尬着，是这个意思不？我这波有什么问题？我实在是想不到啊！就有些弹幕会说我有问题，有问题，我这波操作有问题。我把别人闪了，我知道他被我闪了，我也不冲他，你们是这个意思不？就是我蹲在门后，我知道他被闪了，但是我不冲他，我跟他尬在这里，对不对？尬一辈子，然后你们又要说我狗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真想不到我这波操作出了哪里出问题了，兄弟们。楼上还有，别急，也是个喷子，我就四发子弹了。
楼下死了，还有吧？呜呼！不应该从这里下，可惜差一点，兄弟。兄弟们，把花花 Y 电视打在公屏上，兄弟们，刷新一下弹幕。把花花 Y 电视打在公屏上，兄弟们，刷新一下弹幕，咱们。啊、哦，我游戏被折磨，还要被有一些黑粉折磨，真的难受。还有人哦，红楼那边还有，兄弟们，黑粉也是粉，我知道呀，但是我今天已经很不爽了，兄弟们，之前开播连续碰到三四把挂，然后又给我就是连续积压起来，你们知道吗？已经顶不住了，然后刚才那波操作被别人运气好了，被别人运气好喷死了，也有人要说我，我真的难受，我是真的难受，顶不住了，我要回几句。我平时不怎么怼弹幕的，真的顶不住了。我们去侧接吧，侧接战术。问题是我之前已经很不爽了，兄弟们，积压了很久了，巨难受。然后看到一些弹幕实在没顶住，就回了几句。正常交流嘛，也不是什么不友好的交流。他说我操作有问题，我就让他指出我的毛病，没毛病啊，兄弟们，也不算怼吧。他觉得我有问题 ，OK， 没问题，你把我的操作指出来，哪不有问题？也不算怼，应该这个应该也不算怼，咱这应该也不算怼。对啊，这算讲道理。刚才炸雷的这个声音是哪里啊？红楼吗？等一下、哦，等一波，我们听一下红楼还有没有叫。拳击馆，有个人往红楼走了。班花播到几点？我播到十点钟啊。有个人已经往红楼走了，咱们也贴一下红楼吧。闪光弹，你死了就要喷，我知道呀。所以说平时黑粉骂我，我也没说什么。但是今天特殊情况，已经憋了很久了，然后看到那么一点弹幕。红楼应该没有拳，都在拳击馆，直接拳击馆吧。先打倒一个，
打不到他这位置。叫杀了。他不敢扶。应该是在那个柱子后面我感觉。我只有一颗雷，我们得先确定他位置，不能盲目扔这颗雷，万一没炸到就有点难打了。我不知道现在他在二楼还是三楼，再晃一下。没哭，我哭啥呀，我只是刚才有点生气，现在气息有点虚罢了。刚才有点生气，然后气息 有那么一点抖。不是人呢，这哥们儿消失了。昨天 B 哥晚上捡了两把信号枪给外挂送了个外卖，那没办法呀，那家里都说是外挂了，那也没办法。不是这哥们人呢，二 B 呀，你哪儿去了呀，这个人不能是跑出去了吧。啊，击倒的，上楼顶看一下，击倒的，兄弟们，这个是我操，这是什么声音啊，不会开了吧。他们带套、啊、看到他了，铁人啊，你是兄弟，你太肉了吧，你他还是击倒的，兄弟们，哇，这个人扛了我这么多762子弹，扛了我两发喷子，打上药了吗？是不可能，我直接扔火的。今天咱们这喷子属实是有问题，好像喷腿了，这喷不死人，我的喷子今天太夸张了。巴萨收，可以撤了，八秒钟速度，这个还是击倒的，小心点啊，这个人击倒的。一个人过来玩了吗？制定一条最安全的路线，兄弟们。这个拳击馆的刷车不太敢拿，那个车呢？那个车有一说一，去拿的话感觉更像一个傻子，太平了。咱们封烟拿这边的车吧。B 哥昨天打的跟怎么可能？我昨天看他不是第一把就七杀直接被检测了吗 ？B 神，我昨天看 B 哥七杀第一把直接被封了呀，被检测了。我今天打的也跟 一坨屎一样，兄弟们。有一说一哦，不，主要是赛季末最后一天，这些挂想上分的都不演的那种。
哒哒哒哒。的地方，蹦蹦蹦蹦。啊！又被打头。我的喷子喷了他这么点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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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喷子。逼哥晚上来哦，逼哥晚上来哦，烦的一，谢谢 ICOOEAEER 哥送的一张办卡，谢谢老板送的一张办卡，老板大气，老板蹦蹦蹦蹦蹦蹦蹦，呱呱回去继承家产了，给大家抽波游戏哦，兄弟们，给大家抽波游戏，弹幕发的越多，中奖概率越高，兄弟们，弹幕发的越多，中奖概率越高。今天咱们水逆有一点倒霉，给大家抽了一波游戏哦，兄弟们。噔噔噔噔，来喽！噔噔噔。很难受，兄弟们被一枪投了。嘚嘚嘚嘚。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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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在妈妈胸口，被窝里做一个梦，外面的噪音太多，说什么都我 no no。 我想要翻过山峰，在乌托邦里穿梭。放空，兄弟们，这首歌大家应该都听过吧，在想要去再问到